好的想法。起来了，那我们出去工作吧。咦，我咋就起来了？哎，你这家伙怎么有起床气呢？工作了。下来下来，过来。我要你过来带我。非要我过来拉你。上马，我们先漫步放松，准备打浪快步热身。鞋换里踝，准备跑步。巨峰很舒展，那就可以试一下缩短跑步了。能看出区别吗？做得好，鼓励他一下。学完了，只要不管他，他就要回家了。上坡了，上坡了。把肚带调松，脚蹬收起来，习惯性的拍了拍他。看看每次骑完马他这个大鼻孔喘的，我们带他出去冲一下。弗里斯兰夏天最怕热了。怎么怎么？你过来牵我，不牵我不走。傲娇的小宝贝，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，啦啦啦啦。我怎么一唱歌你就开始动我？好了，马上冲干净，你看这些白色的小沫沫。洗完出来晒个太阳就开始美黑啦。